多啲垃圾，打英文講我要 AP 啊！太耐冇見你啦，大家都好掛住你啊，維星人，好。 今日咧好開心，所以咧各位全朋友都要影狗先係嘛？好，差唔多嘅話咧，我哋今日請我哋入唔搭入天星小輪啦。但係想問翻星爺自己本身，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好中意美人魚嘅，咁就所以都好開心，終於有機會可以即係拍到呢個題材。都幾中意海係咪咧？即係本身自己係啊，我好中意海㗎。咁所以好中意游水㗎，我游水好叻㗎。係嘛？有機會要。 一起游下，一起游下，搞笑真系搞笑。你得嘅咩？我都识游下，蛙食嘅，蛙食啊，蛙食啊，所以比较麻。狗仔识唔识啊？可以嘅，唔会浸死咯。因为每一次星爷的作品都总是会让很多人都会惊喜，那不管是他的想法，还有我们的角色，都是会让别人很惊艳。因为今天昨天公布我的造型了嘛。 八爪鱼的造型，对，所以那个是一个，我每次好像演星爷的作品，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正常的人，我都是演，不是人类，就不是演人类，就不是像脸很白，就是包章鱼这样。好，就开始，有乜有乜？星爷呢边先。系啦，星爷喺度，即刻接话。呢张星爷应该开始，让每一次朋友拍一个照。喺度咧，亦都咧就系预祝《美人鱼》票房大卖啊！好，希望新年咧可以陪住大家过一个开心。 喂啊，因为大老爷，然后又是这么神一样的人物，那肯定是紧张要死的那种。那你觉得他是看中你哪一点，或者哪一部分让你就是让他选中你的？你为什么会选你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你问他。嗯，其实呢，主要就是他游泳游得非常好，所以非常快。对对对。 哦，原來係咁嘅，又快，跟你即係同你一樣，識游水啊，識游水就得噶啦。OK， 你左手啊，右手啲得唔得？入咗去先啦。星爺，星爺，可以啊，唔該曬。